公路。301。谁啊？301题目悬臂梁。颜色全家。恭喜哈，谢全家，你要当专家，我现在讲的哈，你要注意听，哦，恭喜你得零分，哦，你什么东西都没画，这样不行。这里我找一个人跟你对照，好吧？来，我现在解析哦。第一个哈，我不知道你非洲有没有铅笔哈，你尺度标注要有，你完全没有尺度标注，一两个小时你。给我交这种作业，你给你爸爸看到，你爸爸姓谢吧？哎，确定了。我如果是你爸爸，我真的会很生气呢，很伤心呢。好，再来，各位同学，我这里提供两个版本，来，摄影机录一下。你要画怎样？我提供两个版本哈。来，我先讲一些重点哈。第一个哈。你要剖切，你要局部剖面，好吧？这样剖，要不要这样剖？看到吗？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一张图，它只剖上面，下面用虚线表示，因为对称一样，这里有剖。第二种画法，两边都剖，对不对？这里也有剖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这样画跟这样画，哪一个时间会比较短？这个，来，对，不错，非洲王子有头脑，这样画可能时间会比较短啊、哦。我没有说你这样画错哦，所以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黄同学，建议你也可以只剖上面，节省时间。好不好？我没有说他错，他说画的相当不错了哈。好，接下来，那这样他打几分啊？他打几分哦？我这样，我这样，他只是少画。我先讲他好了。各位，你们画起来像这样，少画一点。这个 R13 画这里可能会比较好，啊，但也没有说他错。再来，这里他少画了中心线，这里中心线要再凸出来一点点。这样好不好？非洲王子，哎，你有没有在认真听？啊、非洲小青蛙，非洲小青蛙，青蛙王子、啊，你会叫啊？叫。好来，他这里都画正确哦。我这里问你一个问题，这里哈、哦、有一个旋转剖面图放在这边，有旋转剖面就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是割面，是，割面是不是在上面？割下来才会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为什么他没有画割面线呢、啊？懒得画，懒得画不对，因为在对称基件的中心线，你这个位置啊做剖切，也就是你的割面位置在这边，你这边哦就可以不用画你的割面线了，所以这边没有画割面线了、啊，这个割面线都没有画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正常画两个小箭头，省略，那直接在这里做剖切。哦，所以这个位同学中心线少画 ，OK？ 嗯，好，我来看看你的哦，这有的检讨了。我这个是给哈、哦、你未来哈、哦、的你，你将来给我进步到可以做成这样子，知道吗？我去看的。A 啦，你不要小看了。你智商有没有超过十？没有，有啦。有，太好了，只要超过十都可以画得出来。啊？这样知道吗？超过十画得出来、啊。对，超过十就可以画出来。这个是多少？七十就不会做少啊。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多少？五、啊。五，太好，你看这没有问题啊。好，再来。啊？你哦，中心线都没画。这里你做剖切，这里就要变实线。各位同学，在制图实习，我上课有教第七章剖视图这边。如果你忘记怎么做，非洲王子回去看局部剖面视图怎么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评分老师啊，第一个先看你这里色变105有没有对。这里 Y1 色变20有没有对？所以我们就先看你这格子有没有对，对了，我们才会继续改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
接下来我来讲解这一块。你这里哈，把它在原地，而且你完整的画出来，我没有说你错。但是如果你完整画出来，在原地做旋转剖面视图的话，请你轮廓线用细实线。可是我读你一定画的不好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这个正常来说，你要稍微超出一点。这个请看第七章剖视图，老师那边有讲。所以老师建议你不要画旋转剖面视图 ，OK？ 哦，你建议你用两种方式去破解它。第一种叫做中段视图，中段视图的范例就是像这样，这叫中段，这里是细实线，这里保持轮廓线，而且如果你这样画，这里就是粗实线。后面的同学，你很让我伤心呢。谁脱你裤子？没有，他们互相脱。互脱好，我们等一下处理。怎么，各位观众不好意思啊？我现在教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同学，现在还在互相脱裤子。哦，这里出实线，这样知道哈？这个教你怎么用中段视图的方法。搭配你的旋转剖面视图，你就可以做出这种方法，好不好？这种画非洲小王子，你就可以避免到这种缺失了，好不好？再来介绍第二种破解方式。第二种破解方式就是用移转剖面视图，请你沿着这割面线的方向在原地往下啾啾。所以嘿嘿，先讲这个黄同学，他就是用刚才老师讲的第一种方式，中段视图的方式去表现。如果你要用移转剖面视图，这里就是用割面线中心线哦，这是中心线哦，你这个就保持原始的轮廓直接下来，这样可以吗？非洲王子，这样你就可以破解它，可不可以？好，再来，这里你的文字都没有写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会做这种旋转剖面视图，其实都是为了表现热的断面形状。在我们习用画法里面，或者是在讲局部剖面视图那边，我们有说过热不破切，所以你先看这边，这个热是不是都白白的啊？非洲王子，对，而且像轮辐、耳辐圆，我们都是不破切的，所以都留白，看到了哦，知道哈？所以这都留白，不管你是第一种画法，看着啊，给镜头看一下。或者是第二种画法，镜头看一下，热都不破切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看哦，虽然这里是实体哦，但是因为我割面在这里割下去，对不对？正常割面线是会有这样子啊，正常是会有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它是对称的基件中心，它这个是实体。热不画出来，这个我们就把它省略咯，这样知道吗？非洲王子，我要好好重用你，因为我喜欢非洲人，请你当专家回去给我重画，好不好？ 我希望你给我100分，我要打100分，这两张送给你做参考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手伸过来，来只右手，老婆来只右手，你爬袋，那是左手，
中非友好啊，黑奴黑色的手好，录到这里。